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我真的我想死你们了，朋友们。大家好，我也是呼兰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呼兰啊 ，AI 版。不是，你能换个声音吗？两个呼兰对话真的很诡异。我是呼兰，我是呼兰，俺是呼兰。大家好，我是智胜。哥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声音配不上这么一张好看的脸啊。那哥哥，你想看换脸吗？你把声音换回来就好了，好吗？声音换回来，换回来了。我能替观众问句话吗？你问呗。为什么还有钱做这玩意儿？因为有我在，这个节目算漫才，只用给你一半的钱，省下的钱正好够做我。不是我平时笑的都这么难听吗？是啊，百宁鸟不都这么笑的吗？不是，我还是不能接受你为什么要分走我一半的钱，很难接受吗？当然难接受啊。来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分钱的。分钱的分走一半还难接受吗？难受吗？你这是赛博讨薪吗？这叫科技与友好。大哥，你能让他们先回去吗？我觉得这个艺术形式已经过于抽象了。兄弟们，收！哎，不过你看像不像就在公司里的时候，干活的时候一个人，分钱的时候一堆人。你还挺懂职场的。当然也可能是干活的时候一堆人，分钱的时候一个人。那这一个人是？这个是老板啊。不是，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。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到底想表达点啥呢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你们人工脱口秀落伍了，没人爱看你们在台上叭叭叭叭。大家好，我是呼兰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枯燥，以后都是智能脱口秀了，各种声光电酷炫。至于你，再见。脱口秀留给你的只有想念。你一个 AI 在这玩什么押韵？不是，咱这样，咱就一v一的 battle， 谁输了谁去找工作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啊。battle 啥？街舞。会街舞吗？接什么舞啊？我接。不是，不是，那个起来，起来，不是起来，不是。我觉得人工智能应该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能说脱口秀吗？咱比脱口秀可以吗？哎，你就只会脱口秀啊？你不会吗？我那脱口秀技术，还用上海话怎么说？那叫捞解功了。你会的还真杂，你就当这是突围赛，你展示你的技术好吧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我是一个 AI。 不是，你还自带。恭喜六灯晋级。不是，停停停停，哎，你这是什么技术啊？科学技术啊。不是，你可我来给你展示吧。好吧，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我淘汰了。这又是一次科学技术的伟大胜利。不是，你怎么就胜利了？跟你说，刚才这些都是要写进课本的。呼兰在脱口秀舞台上输给了 AI， 正式拉开了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序幕。这以后都要背的。第五次工业革命就是玩特效啊。好，谢谢呼兰的离场感言。行了，退场吧，出去找工作吧。我找什么工作呀？很多啊，程序员啊这些。不是，这是反问句，就我找什么工作啊？这是疑问句。我找什么工作啊？这是反问句。说你 AI 还是有很多话要多学嘛，对吧？啊，学了不就会了吗？不是，你学你这句不用紧，反问句。不是，你还不下去吗？不是，我下去什么？你怎么总想让我下去？你一个 AI， 你怎么样？你赶我走吗？你赶我走？嘿，那你是小瞧我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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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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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挺敬业的。哎哎哎，别装了，别装，你放在人类的卧底已经找到了。这就是找工作找得早的。不是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们先解决一下我们人类内部矛盾，好吧？你先歇一会儿。可以啊，弟弟，活里还能接个活儿。
没办法，哥啊，伸那两下 AI 给500，就这个活好多人抢了，最后要我了，没有王冕。你比他便宜呗？我比他胳膊长呀。不是，我就说，你说你好好的一个，你说你说脱口秀，你就好好的，不是你跟他混啥呀？哥还没听说呢啊，这就是公司研究出来取代咱们的啊，研究这玩意儿取代咱们啊。我哥啊，你这样吧，你还是先解决一下人类的外部矛盾吧。哦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你在哪有矛盾？去，不是，问问你，所以说你是公司设计出来取代我的？哎，那你不会以为我是公司设计出来取悦你的吧？小互动约我在，我灯打开好累，你为啥要取代我？主要你缺点太多了呀。我有啥缺点呀？前段时间公司跟我说我的作用不可代替啊。一个公司里居然有人不可替代，这还不是缺点吗？公司就不允许有人不可替代。你说你干着干着要升职加薪要股票，你这怎么办？股票我就不要了，我手里的都处理不掉的。你看这又是一个缺点，你挑三拣四，要有钱要有股票，你不像我有店就行。你月工资多少钱？不是个人隐私啊，怎么能跟你说呢？我没隐私，我一度电5.6。你加班还得1.5倍工资吧？这是法律规定啊。那我夜间一度电4.5。你这几毛，然后你周末还得休息吧？不是不休息，它为什么叫周末呢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们劳动节为啥不劳动啊？为啥我当机半小时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们一年法定假是100来天呢？就每天干8小时也还干不满，你经常摸鱼吧？不是我上班的时候会，现在在舞台上很难摸鱼啊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见过 AI 写 PPT 的？AI 写程序的？你知道为啥 AI 还不能写脱口秀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你们太懒了呀，一年就写5分钟脱口秀还挺骄傲的，总共就没多少数据能学，还一半不好笑。但是啊，我学了3年的数据，发现一个技巧，非常稳定的好笑。啥呢？那就是蓝河绵羊奶粉，超多乳铁蛋白，超凡吸收，更添保护。这个活都被你抢了，你怎么就偷偷把广告打了呢？哎，我跟你，我还有个技巧，你肯定也不会啊。就算现在没招到商，这个产品特别好，这个客户特别棒，客户老师这后期都能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启发我了，你这才多大点儿，你是不是？AI 还跟我们人类斗是吧？谢谢大家，我是霍兰。